什么是美？我的理想是照一张最美的照片。于是，相机、地图、行李箱，就组成了我的生活。这个小镇显得有些普通，我随意的四处走走，却在这里停了下来。有房吗？洞口弥漫而来的炙热刺激着我的欲望，它浇灌着我对一个女人的幻想，也让我发现了最丑陋的自己。我来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小心，还有房吗？啊，
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个夜晚比我经历的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漫长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，我忘不了他赤裸着残缺的身体时望着我的眼神。我想把残缺填补上，我想告诉他你很美，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没有告别的离开。